这是去哪儿？母亲，那成员烧起来了，我过去救火。你看见了，那望虎楼自然也看见了。有钱火队去呢，你去又能做什么？可是都已经烧起来了。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的位置。我就过去看一眼，他怎么回事？我立刻就回来。啊！天下人的嘴，你堵得住？父亲，我该直言对他说清楚的时候，我没有说清楚。我该为他一往无前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到。他为我受了那么多的冷言碎语。 难道我就不能去救他一次吗？去死吧你！街上说，顾侯夫人平安产子，顾侯也回来了。什么？产子？是啊，说是日子也差不多了。可巧，顾侯夫人就在今日大火里头生了。 顾侯还冲进大火里头救他呢，街上都传开了，说是顾侯回来的巧，都烧成这样了，还能生吧？玉儿，你没事吧？小哥，没事了。哎呦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回头这儿塌了，再砸着你。我搬出去，再没埋骨。你搬出去了，你不回来了吗？ 这个家伙是住不下去了。三哥，等我出去，你和二哥哥爱斗就弄，爱闹就闹，我何叔叔管不了，也不管了。三哥，仔细养着孩子，怎么就……没事，夫人，听我哎。三哥，婆母难道真的不知道我们在院子的火是怎么起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母后是今时不同往日啊，嗯。 朕一个皇帝等他汇报给我，等到了现在这个时辰。阿斗，明日朕再等他，一不来大内，二不缴纳兵符，反倒现在回家去看他的夫人孩子了。陛下，顾侯家里着了火，他关心则乱，也是有的。你就看在他往日的功劳，宽容他些。 尽他的功劳吗？啊，大内的钱火队给他派去，云梯听凭他用。皇主上下没有第二个人有他这样的尊荣，这还要怎么给他？把江山都送给他？朝廷命官，天子重臣，你让你手下的人到你弟弟的屋子里去，下的人放火，我要到天子那儿去告你。 我要到御前去告你。